是因为两个人联系的，我打电话联系的，上次算是上次参加过，没有过来，我也想过一次，因为人家说话都。怎么这样啊？阿姨，你帮我看一看那个充电电差不多了吧？等一会儿。好。不买了，你到了济南以后。可以可以，拿走。他这个在那边卖十块，来这里吃要二十块。这个他会来收哈。然后还涨价了，没价。前些年观念不同，观念前些年以为挣钱多少为目的，而是以积累宝物、积累经验和自己看到的发展方向为主。你不能说一个月的挣一刚毕业的学生，你怎么可能挣到一万多？更对不对嘛？可能说你清华北大做那种一线工坊，除非有专业的那种。对你上来想挣到一万多，你要么就是相对关系，你要么就是先去积累经验，积到一定的经验，你才能找到自己适合的呗。车是你先照嘛。啊，我是这个。啊，我就说你是哪个，我看看。十三西嘛。我没坐。哦，你没到啊？对。哦哦哦。我就所以我问你说你是哪个？哦哦哦。先坐一会。没事。我操！淄博站知道了，哎呦，快把我冷死了。好好好